敖峰，到底隐瞒了什么？是我的！什么东西是你的？你疯了！闯过青云路，同级之中可称精英，万兽普乃是奖励。 凭此足可纵横仙魔妖界，敖峰，万兽谱是什么？纵横仙魔妖界，传说中的万兽谱。 这万兽谱到底是什么？万兽谱乃是一件下品神器。神器？在仙魔妖界，仙魔妖器可制作而成，但却根本无法制作神器，所以神器即便在上界，也是珍贵无比。而且这万兽谱虽然只是下品神器，可却比一般的中品神器还要珍贵。 宝，并归我所有。石碑上的字变了。九重天自有禁制，需待所有入逆阳境的生者皆通过青云路来到此处，方可打开。所有入逆阳境的生者，还有谁没到？是那个晴雨。你通过后，可有对他传讯？ 踏上青云路没有？对呀，他怎么还不过来？给那青羽传信，让他快过来。此次任务，你既依靠我下界龙族，就莫要再隐瞒信息。你，曼青，你也要完成任务，还不快给那青羽传信？哼，不用，我嘱咐过他了，若没有把握，就不要踏上青云路，可以在那边修炼到飞升上界，自然能离开逆阳境。 什么？哼，反应不慢，可惜功力太弱，让人打得不痛快。谁？ 我是谁你没资格知道。你要知道的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所过青云路为止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就会一直承受我的攻击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试着杀死我，不耽误时间了。开始。 原来是吸取了前边的经验，打算依靠速度。哼，有意思。虽说是大成器，可防御无懈可击，攻击招式强烈，速度上也有弱点。看起来还有一定丰富的战斗经验。嗯，不好，重力领域。
果然是燕玄之计。不过想逃出青云路可没那么简单。是谁？在这种时候？青云，外界通过了，你赶紧给我出发。快点，快，肯定能通过。到底怎么了？为何都在催我？当时你们可没一个人觉得我能顺利通过。怎么还没过来？赶紧死了他了。太慢了，都闭嘴！青云，别听他们的。对，你若没有把握，就在那边修炼，没人能逼你。能不能快点？要打架？玉良，你再敢催青云，我先揍死你！蛮千兄，宗剑前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都催我上青云路？还不是自私贪心！逆阳定了规则，闯入逆阳境尚未身亡者，必须齐聚九重天，禁制才能打开，所以他们才催着你过来。哼，怪不得。蛮千兄，他们怕不是催着我通过青云路，而是催着我赶紧死在青云路上吧。所以你千万别听他们的。我们等你飞升也没关系，大不了也在这边修炼个几十年。我已踏上青云路了。什么？我心里丈量。既然我一到，禁制就会打开，不如你们做好准备，咱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为了夺宝，就随便牺牲我的命，我自然也不会随他们的愿。蛮前，青羽刚才说了什么？使者大人，你莫要忘了牛魔皇大人交代的任务。少拿牛魔皇大人压我，他可没限定任务时限呢。何况上界的时间本就与人间不同，你无需操心。前辈，手下留情。逆阳，如你所愿，我总算等到了那个人，也放他入了九重天。多少年了，总算解脱了。那些老伙计们，也到了该解放的时候了。哎呀！哎呀，这……哎呀！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要不先回去一趟，把他丢进青云路里。你跟我还有账没算清呢！再废话，我把你丢回青云路里。
你们要把何人丢进青云路？秦云，动手！Baby。怎么回事？这万寿谱中有什么东西，竟能牵动我的血脉之力？真是万寿谱！开！行。方前，你敢违背龙皇之令，尚未开始夺那件宝物，在此处就消耗掉真龙之灵。此物之中有东西会引发我五爪金龙的血脉力量，龙族必须得到。到了妖界，我自会对龙皇焚说，挡我之死。住手！重情伤。真龙之灵果然不凡，现在怕是有五级妖王的程度，还保留了超级神兽对实力的加强。我本是一级妖王，就算有下品神器，也不过三级妖王的水平，看来不是你的对手了。那你还不让开？方田族长，在清溪观你曾助我，我领你的情，不愿与你正面为敌，可你现在的实力强到了远超他人的水平，你猜他们会不会让你拿到万寿谱呢？华爷，你敢？凡间修士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交出万寿谱，我保你平安无事。黄田，住手！我不伤你，让开！怎么可能？此刀得自秦羽师门的长辈，并非妖器。啊，不是妖器，难道也是神器？
蛮乾宗眷为友，方田为人处事有分寸，其他人是时候了。师叔，快来这里！南风，见过蓝风前辈。拜见蓝风师叔。我既来了，这万寿谱大家也就不要争了。你凭什么？服用了真龙之灵，已不可能赢我。我不想伤人，你们也要知道好歹。不，不可能！用真龙之灵提升，我的实力赶得上六级金仙的剑仙。你怎么可能？对呀，蓝风兄，这才多久没见，你的实力怎能从二级剑仙飞跃至此？六级金仙的剑仙，我早在万年前就达到了。万年前？你们没有发现，一是我的确有所隐瞒，二是我当时身上有伤，如今伤势尽复，实力自然也有所恢复。万寿谱同分三层，达到一级天仙、一级金仙、一级玄仙不同的实力，可分别打开一到三层，召唤其中灵兽外出作战。幸运的小子，恭喜！万寿谱第一层首领，九级妖王朔燕，拜见主人。